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可以说是我们台湾起源最早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平。安平哦，假日的时候其实观光客非常的多，但是你来到安平，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一下安平有哪些好吃好玩，而且它的历史文化背景非常的源远流长，你也一定要有机会去看一下。而且你要怎么认识呢？当然就要来到我们安平的乡土文化馆里面，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了。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安平区的区长赖清祖区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区长是不是透过镜头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丽的主持人你好，区长好。其实今天呢，来到我们台南向前行的现场，你看我们这整个摄影棚的布置，就会发现哇，是不是把整个安平乡土文化馆都搬到我们的摄影棚来了？这个缩小模型是不是就可以请区长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安平乡土文化馆？它看起来非常古色古香，而且这种木造建筑，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它你看哦，它就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物，在我们现在有一间西门实小，就是西门国小，它早期是一个安平寻常小学，那这一个是之前安平寻常小学的一个校长宿舍。嗯哼，那我们安平区公所是1996年开始接管。把它接管过来，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在地文化的一个呈现，譬如说我们的建师展览啊、安平湖啦、那比较属于在地化的。那渐渐的我们就会跟我们一些在地的一个企业家，还有一些有名的一个企业家，来让他们来里面做一个进驻跟一个展览。那其实像他们通常过去我们办过的展览有哪一些类型？其实你会觉得在民众或者是游客的口中其实口碑都还不错的呢。那我来提一下，好像以来到我们安平的小吃最有名的就是虾卷。对，那如果讲到虾卷，其实第一个大家应该会想到周氏虾卷。其实我们也跟他合作，那我觉得是1+1=2。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的名气是很有名。对，那但是我们的乡土馆它并不是在老街上面，它是隐藏在我们的巷弄里面，在我们的观音街里面。对，那我会觉得说透过那个这么有名的一个企业，然后让大家又走进来我们的那个乡土文化馆，又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在地企业它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那以虾卷来讲，大家知道它的材料就是虾子，那它是哪一种虾呢？就是火烧虾。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可能是一般的白虾。对对对，然后它怎么一个的制作过程啊，他们还有整个一个他怎么样的成功，包含是从年轻的时候他的阿公阿嬷、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挑着一个扁担在那边在那个港口里面卖那个虾卷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他变成一个正式的店面，然后到现在大家来到安平都必要来吃的一个那他整个一个成功的一个背景都做一个介绍，那是在之前的一个展览特展。对对，那我们也曾经跟那个做圆珠笔非常有名的 SKB 也合作过，然后也有跟我们的制服做制服的一个文创公司。制服大家想到制服就只是一般穿的制服嘛，其实不是，还有它可以做成抱枕啊，还可以做包包。对，做包包就一些文创，然后还有素人的艺术家会去那边做画的一些展览等等。那我会觉得说让乡土馆它不再只是一个在地文化的一个呈现，那希望也可以更接地气，有多元的媒材进来，对，让大家去喜欢它。那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个档期，目前我们是做一个，就是这里有看到的宾士奇缘，是，但是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安平乡土文化馆它看起来是非常有日式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跟甲冰好像又不太连接的起来，区长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呢？好，第一个我们这个是跟学校的合作，跟那个台南应用大学的学生来做合作，这是一个产官学合作的一个代表。再来呢，在老街里面，只要你到巷弄里面去走，尤其我们天气这么热，卖冰的也很多。还有一个我们的耳熟能详的谚语，大家应该有听过哈，得以卖冰，得以做一心，就表示卖冰好像还蛮好赚的啦再来也跟我们的那个生活上息息相关，大家都很喜欢吃冰，所以那个学校跟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时候，觉得说可以好像可以试看看。对对对，然后其实跟学生合作最大的优点，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多，非常的活泼，而且会让你会心一笑。举个例子好吗？好，他们的经典语录
啊，就是我们这一次里面其实有一个特色叫做甜蜜语录。是的，我来好像要来考我了。对，是是，我来考一下主持人。请问你，我可以跟你问路吗？问路啊，哪一条路？通往你心里的那一条路。我起鸡皮疙瘩。还有，快点来！还有，再来一个。你今天有一点怪哎。没有啊，哪里怪？怪好看的哎。没有，区长比较好看。真的，你看，透过这两个我随便拿的一个经典语录，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年轻人真厉害。对，而且会让人家很贴心，会觉得会心一笑。嗯，这一些都在我们的乡土馆都可以看得到。嗯哼，而且可以拿这个打卡拍照，还可以拍照。这等一下，其实还可以再请区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这么特别的档期里面，它还有哪一些好玩的，而且是你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的。不过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宾士清苑这个特展开展的时候，其实现场也非常的热闹。先透过我们以下的 VCR 带你来回顾一下。有条道哦，所带的甜蜜蜜，是不是让人想到古早时代？伫冰果市淡暖迄种虽然避暑，不过真特别滋味。这是安平区公所特别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伫安平乡土馆推出冰室情缘系列展览，启动用冰的名来发生的情话语录。就参取月见冰，就是愈来愈想记着你。已经将安平最想娶当地的金小姐改编出爱情故事，用彩刀帮来顶限顶顶，会当恭喜相当丰富。在乡土馆修馆了这么久，第一次我们这一次是跟学校合作，跟南英大来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宾室奇缘的一个展览。那从这边呢，也看到小朋友不一样的巧思，在里面有影片，也有我们的照片的欣赏，然后还有融入我们安平金小姐的一个故事哦，小朋友他去改编这个故事，用雷雕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那还有一个我们的情话语录的部分哈，还有一些它的周边商品都在里面，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到我们乡土馆来走一走。第三回当中，也邀请到在地上都有这些冰店，参照是将冰做成减晒造型，就是希望在这么热天气当中，唔难来看底买当食冰，互相陪回忆过去当暖的感觉，也是让少年人会当感受到不解暖的滋味，进一步将安平这些更加推广出去。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在地的店家哈，南泉冰果室还有冰熊哈，来跟我们做合作。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哈，能够得一杯冰，得一这一心表示北冰我就喝坦的哈啊，就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乡土馆有这样子冰的展览，然后来更加的认识我们在地在卖冰的一个经济效益这样子。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4日，希望能透过学生充满创意的展览，将冰果市的文化传达给更多人知影，以及了解这个产业。记者陈怡瑜安平区采访报道。从 VCR 里面，大家是不是看到，就当天开展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私底下在跟区长聊的时候，才发现哇，他们不是说只是展示了那些以前冰果市的那些景致在里面，它其实真的还有冰在现场，而且。学生的创意就像区长讲的是无穷无尽的，他可以把每一个冰都想了一个很甜蜜蜜的名字。其实前一阵子因为台南拍连续剧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对后壁的那个相亲冰店非常的有名，但如果你觉得后壁路途比较远没有关系，我们来安平乡土文化馆，你来我们的冰室情缘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甜蜜蜜的感觉。区长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有提到说那个冰啊，是真的在我们这次的特展里面是可以品尝得到。那有什么是可能学生们他们发挥创意去产生出来的？其实讲到冰哦，大家都知道以前在年长一辈的，他们在约会的时候都会到冰果室，因为没有什么咖啡店，没有什么店，都会到冰果室去。然后其实我们在里面有介绍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冰，我们大家都知道，譬如说四果冰。月见冰，对，这比较常见的。还有，大家都知道那个番茄切盘，那都是很经典，尤其是那个蘸酱，对不 对？那其实小朋友他们也想了很好记的一个名字，譬如说我们的四果冰，他就说果然就是你哦。然后像我们的月见冰是越来越想见到你，这感觉上有一层一层在堆叠上去的。那像那个番茄切盘，他就想了。
翻山越岭就是爱你。我这几天从头鸡皮疙瘩都起到尾，都冰起来了，好冷哦、喔！然后赶快吃个冰，去冷却一下。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真的发挥很多的创意、嗯，这个是他们年轻人想到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呢，他们还有去访问，就是比较。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些冰果、不一定是在我们安平的、就是安平的这种类似冰店、对冰店在地的店家、只要是我们台南市的他就去跟他做访问其实、他做成的那个访问的 DV 也有在我们的乡土馆来做一个播放、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把我们安平的、故事大家想到安平会讲到那个安平追想曲这首歌啊里面的金小姐的故事对他也在里面把那个冰跟这个故事做结合、这个我不能讲太多一定要大家到现场去对我们不能剧透对那除了我们这一个展览之外其实我还想要介绍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乡土馆不管你的展览是怎么样来换主要的档期是换对一定会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这个我们的这是剑师，剑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是摇笔？它是摇笔，对，跟一般剑师不一样，它叫做文昌剑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刚刚有提过，这一个乡土馆前身 是校长宿舍，校长宿舍，对，主持人真聪明。那校长宿舍里面一定会有什么位置，你知道吗？文昌，对。文昌位、所以我们也是透过一些老师帮我们找到乡土馆的文昌位、如果大家有去到我们的乡土馆的时候可以去找一下文昌剑师在哪里对对对去摸一下他考试就会考得很好的、我现在就不考试了不然的话应该带着我们家小孩去考试应该还来得及、对真的、就是、所以不管我们的可能主要的档期在更换是哪一个档、但民众其实你来到我们的安平乡土文化馆你就可以去、看到我们的文昌剑师不管是你、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展览一个艺术品来欣赏、都可以或者是你真的是希望想要让你、比较分数考得比较好一点都可以但你一定要亲身来到我们的安平乡土文化馆是的尤其把握现在这个档期天气其实还蛮热的、吃冰大家都很爱而且你要去感受一下以前我们的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在冰果店里面相亲在谈恋爱的那种氛围那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你感受不到的所以你要赶快把握机会来我们的乡土文化馆可是乡土文化馆呢我觉得其实它对我来讲它可以算是我们安平这个可以算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发展起来的一个城镇它的一个缩小模型除了从我们这里面可以认识安平之外区长你今天实际带着大家来走一趟安平好了、好像我知道安平还有一个类似顺口溜一二三四五六是啊就可以介绍安平了对是不是请区长先跟我们分享我们有一镇二师然后三街四宝、五馆然后六角头哇我应该还记不起来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继续来考区长一镇呢就是安平镇、对其实安平就是我们最早台湾最早发源的一个城镇所以它里面就有我们的台湾第一街都在这边、还有像我们安平的那个叫做台湾的第一座的西式炮台一彩金城也是属于我们安平、然后还有我们台湾的第一个刚刚讲过第一个老街的嘛台湾第一街然后台湾第一城就是我们的王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安平古堡对这个就是在一的部分、那二呢就是两个二师那我们大概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我们安平剑师对对对、那其实除了剑师之外剑师是占最大宗但是你如果在我们的巷弄里面走路的时候除了寻找剑师偶尔你抬头看到那些屋顶上、你会看到风师爷因为我们以前算是港口对对对也会有看到风师爷所以这是二的部分、那三呢就是我刚刚有讲到我们安平其实巷弄除了大家知道的延平街之外、我们所推台湾第一街对三街哪三街呢、第一个就是台湾第一街大家耳熟能详的延平老街然后再来就是孝忠街跟中心街、这是三个最早发源的三个街道而且大家如果你不想走那么挤的人挤人的延平老街其实你走两个街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巷弄也不错像我们的那个胭脂巷茉莉巷你走进去都可以去感受在早期那个时候的旧式的建筑你就会仿佛你是置身在那一个年代是那个宝四宝四宝对对四宝哦
好吃的来了，翅膀你一定知道，猜猜看。我只知道虾卷，我们刚有提到的。对，虾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安平一定要吃豆花。豆花。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虾卷、豆花，还有那个什么啊，蚕肉。还有，我帮你偷看，我偷偷问你哦。牛肉汤啊，对，还有，然后还有女生很爱吃的东西，蜜饯，就是蜜饯。对，我看到主持人太漂亮，突然就忘词啊。所以我们两个应该要赶快到那个宾士奇缘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去看一下别人谈恋爱，然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这种甜蜜蜜的感觉就出现在我们这四宝里面都有。对。对豆花，还有我们的蜜饯跟虾卷，还有一个是牛肉汤。牛肉汤，哇，这其实是真的不用假日哦，平日你只要到安平，你会发现各个店家都是人潮排的，肉肉等哦，不管是在买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对，那四宝聊完了之后，五馆，其实我们在安平哈，大家都知道有安平五馆，这安平五馆哈，其实不好记，但是哈，你其他都忘记都没关系，只要记得一个海山馆啊，我也只知道这个，对，因为它是现在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海山馆，那现在是由文化局有委外让大家去那边做经营，那我觉得。也可以走进去去看一下门，它的入口处也有一个剑师，对，大家都可以去找。我都说那一个剑师是最有体力的剑师，因为他是这样子啊，趴着，他在做浮力挺身的感觉。下次去找找看。哦，好，对，那再来六就是六角头。因为安平的寺庙文化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我们有六个角头，那现在已经演变成四个角头。加上五旗从化区这边，总共有四个、新开发的这些，对，那个是指那六角头是指我们的寺庙文化的部分。其实安平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了，因为有人说安平这边你来大概排个三天两夜的行程，然后你住在当地的民宿。对，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好好玩的地方，而且市政府其实这几年也非常积极的在经营安平这个地方，因为毕竟我们在讲双城观光嘛，对，可能在赤坎楼跟我们安平古堡这两个地方各自发展起来，要把它整个连接起来的话，安平这边当然我们不能输给赤坎楼那边，所以我们自己要有很多的特色。这几年其实我们放了很多新的景点在里面，比如说才刚开幕的像大鱼的祝福啦，或者是我们的台湾船，这部分是不是其实区长也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几个景点，其实这几个景点呢，都很感谢市政府哈，对于安平这样子大力的支持，然后有做的这样子一些新的景点在这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好像没有新的创意啦，然后有了这样子，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啊，就那个那条街逛一逛就没了，其实还有很多巷弄可以让大家慢慢去细品尝。那如果说讲到我们大鱼的祝福，这是我们这一两年来最夯的一个景点，过年的时候都大排长龙。那这是一个艺术家杨思义老师的一个作品，他最主要的，大家如果上去那一个大鱼的祝福上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会觉得哎，为什么好像会晃动，其实这是他的巧思，因为既然是大鱼的祝福，他就是让你置身在海上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他在整个那个构造上面是没有半根柱子的，没有柱子哦，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它是由那一种那个叫做那个钢管，一个一个焊接起来，然后白天看晚上看是不一样，因为晚上它会打灯光，会更漂亮。对，其实我有看到网络上蛮多朋友的 PO 照出来，就是他们都特地就是挑晚上，对，然后一边他说远其实可以拍到港口的那个夜景，然后再从大鱼这边做主体的话，说那个真的景色，你不去自己走一次看一下，你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到底有多漂亮。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因为天气热，你可以大概在四五点的时候，从它的站在大鱼的那个大口上面看到我们的港口，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丽的安平夕照。安平夕照是台湾八景之一，对呢，在1953年省政府省政府年代就已经把它列为八景了，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再晚一点，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先去吃一下小吃。再晚一点再回来，它的灯光已经打亮了，然后看到又不一样的大鱼，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大
大鱼带给我们祝福呢，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想，我们能够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么漂亮的一些风景啦，观光的条件，其实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先民。其实他们从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整个开垦，他们历经了这么多年，这么几百年哦，带给我们现在后代的这些子孙这么好。所以其实这几年也因为所谓的台湾船设立在我们安平，所以变成据说也很多人喜欢到那里，变成是必要的景点之一了。台湾船这部分是不是区长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们最主要是用新船装了老灵魂。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他在十七世纪，因为大航海时期我们的海上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希望可以呈现说这样子的一个盛世，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仿古的船可以结合我们现代跟传统，因为它也有打灯光，会很漂亮的一个解说等等的。然后它在空间设计上也让我们整个一个台湾园区做一个海洋文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呈现，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它不只是教历史，其实它也算是去传达海洋文化，因为毕竟我们安平就是在港口边，不是靠海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整个不管是商业的发展都是依海而生。对，其实我们讲回来到说安平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它又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开发起来的市镇，因为你看从1624年荷兰人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对台南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发展的契机，虽然后来它可能因为一些所谓的政经中心的转移，台南没有那么被重视，但我相信这几年其实在市政府跟我们公所的整个合作之下，大家都会看到安平真的变得跟我的小时候感觉到的安平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小时候记得去安平，就是去安平古堡那边吃蚵仔煎，吃虾卷，好，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就可以回家。但是现在去到安平，可以玩的非常非常的多，包含了刚刚区长有介绍到的这些景点之外，也包含了我们今天一开始区长用了非常多的心思，想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安平乡土文化馆。不过我想要请区长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或许可能会有民众不知道说安平乡土文化馆，因为你说它在巷弄里面嘛，那它应该要从哪个地方进去会比较容易找得到它呢？那大家都大概知道，在我们的平生路上面有一间比较有名的一间庙宇，叫做观音亭。从它的旁边那个小路进去就到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乡土文化馆。这是一条路，那不然就是从我们的老街。老街进去，再有一个有名的一个柜记，他是在吃东西的，那一条路进去也可以，也可以看得到你的乡土文化馆。对对对，其实你走进去，因为我们这个模型哈，没有看到它，其实在模型的旁边有两棵树，叫做夫妻树，就是很久就在那边了，然后就本来是独立的，然后他们后来就牵起来了。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一个夫妻树上面有一个角度一看会看到一个箭字。哦，是的，是我们刻意去帮他设计。不是就是刚好就有这个是、哦、这个是我们安平区公所出的一本安平箭诗，这里面有介绍一个这个叫做神龙箭诗，他就刚好一个角度一看你就知道那就是一个箭诗的样子了。对对对，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欢迎你们可以到我们这个巷弄里面的一个来找我们的乡土文化馆。对对 对, 对, 对，除了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甜蜜蜜的感觉之外，还要来看一下我们的神龙夫妻树，然后找一下区长讲的那个箭诗在哪里。如果有找到的话，恭喜你，就是可以赶快到我们冰室节里面赶快去买个冰，然后吃开心一下。不过其实我看到，因为区长他们现场摆了相当多的东西在这里，对，这都是我们公所这几年来为了要行销我们的安平所去发行的一些，对，比如说不管是书啦或者是明信片啦，像这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安平乡土馆做的一个明信片，它就是有那一种小碎花的那一种感觉，就落叶的感觉。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因为安平的日本观光客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中英日的一个版本。对，如果有外国的日本的游客来，或者是我们来我们这边访问的日本客人，我们就会送给他。那当然也是希望他可以再把它寄给我。哦，寄回来，寄回来给我。对，今天我这个明信片已经到日本出国观光一趟回来了。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做的简单的一个乡土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小小的介绍先让他们知道。那我们今年也有准备做它的
更详尽的一些介绍、嗯、一个 DM 就是 DM 的感觉就不是再是单张、嗯、除了介绍乡土馆然后也会介绍一下它周边的一些景点、嗯、让大家可以去按图索骥、嗯、那像这一个这个就是水彩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素人画家画的、嗯、对好然后像这一个就是属于所谓的 3D 版、哦、这个看起来好可爱对这是透视版那这一个就是之前很流行的类似那一种素描对可以上颜色的就是那一种有点类似像缠绕画对对 对, 对有点类似很多长辈都会对对画缠绕画在练习 对, 对对对就是这一个那其实我们后面的介绍其实是都一样的、嗯、啊只是因为会有三个版本不同版本、啊、就在放在乡土馆让大家来索取、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要三个都收集那请大家可以来个三趟对对对 对, 对, 对找不一样的那另外鉴诗这一本呢我其实真的还蛮想看一下真的吗公所当初为了要把安平的这些鉴诗都找出来其实是不是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嗯、对其实我也很感谢我们前任的区长林国民区长他其实在对于鉴诗文化的推广做了很大的很大的心力投注在里面、嗯、那我们接了之后也希望他可以在我的手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嗯、那我们就出版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书本把它整理之后分门别类像看看这个部分啊、嗯以我们的序的部分来看就可以看到我其实我是从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个鉴诗的由来最简单的还是要让你知道它的由来、嗯、为什么会有鉴诗然后对它的一个整个颜色的配置啊、嗯、或者是它咬键的方向然后有左边、哦、有左边进去右边进来还有两只左祈福右辟邪两只叫做镇煞、嗯、等等再来在其实在巷弄里面都可以看到那我归类起来呢有公共空间类有机关学校类还有我们的一个社区嘿对对对 对,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居家镇宅啊、嗯、还有像我们很有名的鉴诗像等等、嗯、这个都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还有一些安平的谚语、哦、跟鉴诗有关的也有啊譬如说这个讲、嗯、台语塞嘎咸你什么都没欠哦, 哦对 对, 對这感觉上好像就是婚丧就是婚宴的时候你只要去讲到这种吉祥话人家都会很开心 就觉得哇这个人好会讲话對其实我除了鉴诗的谚语之外也有把一些安平在地的谚语把它放进去、嗯、像安平喝吃安平水美肥个会水我就是没有喝安平水對所以才会吃得这么好等等這對、啊、那除了有安平鉴诗这本书之外、嗯、旁边这本细说安平的故事书哇这感觉上就好像是文青会很喜欢的对对这一本就是我们也是以前前区长他有做了一个耆老的访谈、嗯、就跟一些在地的耆老因为很怕有一些故事会到我们这一代就断掉 了对因为没人知道然后他做了一些访问那访问完之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出成书那我在我的手上就决定把它出成一本书对、嗯、然后也会希望透过这个因为这一本会比这一本还深入一点嗯因为那本是单纸对对以鉴诗为出发但这一本就是以整个安平对那这一本它也是一样看一下我们的目录我就从我们安平历史的发源地有一些故事来做、嗯、再来在盘点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那些访谈的那个祈祷他会讲到寺庙文化嗯所以我们寺庙文化也有一篇譬如说你看我们这个有金龙殿周龙殿西龙殿怎么都是有龙对对那我们就特别把它介绍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安平人的那个记忆譬如说他们是那个船工啊金小姐的故事等等、嗯、就是这样子就是透过祈祷访谈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本故事书比较文青这个是走文青风的故事书然后其实这一个在区公我们在那个图书馆都可以借阅那平常有时候我们是办活动的时候会拿出来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些民众对对对所以其实安平真的很好玩如果你不想只是像一般的游客只是来吃吃我们的在地的特产然后买很多的欧米亚给这些伴手礼回家、嗯你其实可以再深入的你先从我们的安平乡土文化馆开始去初步的认识了安平之后你再慢慢开始去走访希望大家可以把一二三四五六都凑齐 对, 对那当然一次不可能啦你其实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到我们安平好好的来走一走你就会感受到那个在巷弄里面的那个文化的氛围或者是那个历史的感觉其实都是你慢慢走才会去感受得到的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区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要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再会